江医师，还有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好久不见了，大家好，大家早。那今天呢，到场的文学家跟高雄有7年的渊源哈。我刚跟江医师也谈过，江医师呢，这个就读这个高雄医学院哦，那有6年医学院的时间在高雄，那1年实习哈，是在这个马街医院。那回来高雄大同医院服务1年之后呢，就到这个台中荣总医院哈，台北荣总医院好像也待过，台中荣总医院哈，担任这个胸腔科的主任。那现在已经退休了哈，但是呢，江医师是一个文学家哦，退休后以后的生活跟文学也有很深厚的关系，像今天来演讲哈，就是很好的一个文学活动。那他一个礼拜哦，有3天半的时间还是在做医学方面的研究、著述、论述哈。那有3天半的时间还是投入他最喜欢的文学活动里面。那他最近呢也出版了一本江志德诗集《遥远的悲哀》哦。他今天带了非常多本要分享给我们现场的民众哦。那我们非常感谢江医师，好跟高雄还是有这么深厚的情谊，能够回来我们这边哦。那江医师的这些文物展，好，我们就展在外面。如果各位听完演讲，好有空的话，可以再去更了解我们江医师的一些创作的经验跟他的一些理念。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高雄的作家江医师。啊，谢谢馆长的介绍。回到高雄，当然发现高雄确实跟我以前在念书那时候是很不一样了哈。等一下我有一张那个会提到哈。那今天这个题目呢众里寻他千百度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事实上就是说，他当时在找一个人嘛哈，那找了很久啊，突然回头看到他哦，原来就在那个地方哈。那么找那么久啊，其实就在灯火阑珊处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哈，人生也常常是这样，你在那边追逐某些东西，追。常常找了很久找不到，突然回头一看，就在你身边了，常常有这种情况。那么对我自己来讲，我的这个人生的转折其实也是这样。那么我不是文学这方面的理论的专家啦，事实上我只能说是一个创作者，所以有关理论的部分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念，当然我很喜欢那些东西，我家里也有很多书了，但是都还没有时间去好好把它念。但是所以我大概只能从创作的立场来讲哈。好，请看下一章了。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只有三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南台湾的一只阿米巴哈，这个大概这个会讲到的就是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一个医师好好的不当，为什么就跑来当文学家哈？也不能说文学家了，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学哈，还是在学习，只能说当一个文学的这个文字工作者啊这样。那么第二个就是从医学到文学这个整个这个怎么转折的过程哈。那么第三点我才提到说到底我在追逐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那么到底在追逐什么，那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这些东西，爱、创造跟美这样子，这个是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价值。好，请看下一章。那么我尽量用我写过的文字来呈现了哈，不要用讲的哈。我像今天所有的这个大概都是我的书里面有的哈。那么
刚当初像一尾遍体鳞伤的鱼，被海潮冲向南台湾，怀着在联考中败北的沮丧，无比落寞地在高雄落脚。那事实上我在台中一中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绩是相当好啊，都是经常维持在班上的前三名啊。那么在联考的时候，刚考完的时候，我一回家就跟我爸爸讲说，台大没问题了，一定考得上哈。因为事实上在那时候，我们班上大家也都知道哪些人可能会考上台大啊。结果后来成绩一发表，居然我的国文跟三民主义那个分数都很低啊，因为那时候也有作文了哈。那我的作文的分数可能被打得很低，因为那些测验题我大概错的不多啊，就是作文被打得很低。那这个就没办法，以前那个作文的分数又蛮多的哈。那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常常代表我们班上去参加那个作文比赛哈。那居然在大学联考这个被打得很低，我这个也没办法，真的是自己会觉得说，很相当的沮丧哈。那就差了几分，那我的第二志愿就填高一哈。我们班上所有的人第二志愿都填台北医学院，那只有我填高雄医学院。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时那时候我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高雄医学院那个陈启川董事长跟那个高一的院长哈杜聪明先生，他们两个那时候在打官司了，就一天到晚上报哈。从报纸上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杜聪明就是一个从日治时代就是相当杰出的一个医学的学者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冲着杜聪明这三个字就把高雄医学院填第二志愿这样子啊。我现在想起来也真的自己很高兴了，幸好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哈。我如果去念北医的话，那么可能今天大概都完全另外哈不同样的人了哈。那接下来这个哈，就是说，当时我来到，高雄，那时候高雄还是相当落后啊，我们都称高雄是文化沙漠啊，跟现在是不一样。那时候就只有一个高雄医学院，啊，那还有一个师范学院，就这样，其他都没有大学啊，那跟台北比起来差很多啊。那我去高一去报到，第一天去报到的时候，在那边找不到校门口啊，高一没有校门啊。那我看很多人都看到，那个有一个像校门，那个看起来那个建筑比较漂亮，大家都走到那里去，结果走到那里去啊，那个是一个国中的校门啊。那个那时候好像是第七吧，第七国中、七中还是哪一中哈，反正就是一个国中的校门哈。那看到啊，这个是国中，然后又走回来啊，那个最破落的那个地方才是高一，所以当时的那种心情真的是很差哈。那很多人看的学校那样种破破烂烂的情形呢，就很多班上很多人都准备再重考一次嘛哈。那刚开始我也是在准备了哈，那不过准备了几个月以后，后来就发现了，在图书馆，在高一的图书馆里面，去翻到我们那个高一有一个学校出的那个杂志哈，叫做《男性校刊》。那男性他的性缘的性啊哈，那里面呢，我翻了翻，有那种有人写现代诗哈。有人写现代诗在里面，有那种作品。那我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几乎很少看到这些东西了。我没有看过现代诗，因为我所念的都是古诗词啊。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诗也有这种形式哈。看到那觉得很惊讶啊。那把它仔细念一念，觉得蛮有趣的哈。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啊，原来还有现代诗这种东西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就到市面上去找，那时候已经有出版了一些现代诗啊，那这些去找买那些书回来就自己看啊。那后来也发现说，学校就有一个诗社啊，高一诗社，
里面就有一些人啊，就是啊，有一些啊，我们的学长啊，他们啊成立的一个诗社，大概在我进入那个学校之前两年成立的啊，所以那时候还算是这个诗社还算是草创期啊。那开始读了这些诗以后啊，他就认识这些诗社的朋友，那大家常常就在一起啊。交换一些意见啊，你念什么书，我念什么，大概在互相在交流这样子啊，然后变成这些诗社的朋友变成很好的朋友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后来我就决定留下来啊，就不再重考了，就留在高一啊。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有写到哈，像里尔克的诗句啊，当我们飘落，还有一个人。以柔和的双手永远 把我们拉住，这个引号应该在这里，后面那个引号在这里，一般是拉住了我。那这一段是从我的一本书叫从听诊器的那段，那里面我自己写的序从那里面摘录出来。那也就是说当时幸好有这个诗把我拉住了，那时候自己总是觉得好像快要沉下去，快要灭顶那种感觉，那幸好师把我拉住了，那从那个这样子就整个人就变了。好，请看下一章。那么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里尔克的这一首诗，这个是李奎贤先生翻译的。秋叶子飘落，有如飘落至遥远的地方，从远在天上的花园凋零，以消极的姿态飘落。夜里，沉重的大地也在飘落，自群星间到寂寞的地方，我们都在飘落，这手也飘落，环顾四周，一切都随之飘落。当我们飘落，还有一个人以柔和的双手永远把我们拉住。事实上就是什么都在飘落，但是还有一个人以柔和的双手把我们拉住。这个很多解释这一首诗的人都把这个人呢，就是把它解释成说这个是上帝了，上帝。其实不一定是上帝了，任何一个可能的因素都可以。对我来讲就是诗啊，诗把我拉住了，这样。好，请看下一支。好，那我们阿米巴诗社呢，这个在大学的社团里面是算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社。好，那么在里面大概刚才提过，大概在我入学的前两年，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蔡峰吉医师他就那时候成立的。那之后有像曾贵海，曾贵海大家在高雄也大家都知道嘛，高雄他前那个南社的社长啊，他也写了很多诗也是曾经来这里演讲过，被称为南方绿色教父，他做了环保运动做得相当好，他也是我们里面的。我们那时候大概就是人数也不多，差不多十个人左右一个社团，那每个月有一次的聚会，那这一次的聚会我们称为咖啡时间，就是在盐城区盐城区那里有一家咖啡那个巴西咖啡就在那边聚会，然后把自己你在那一个月里面所写的作品带去然后大家就当场在那边传阅嘛，然后传阅完了以后就开始砍来砍去了互相批评这样子就这样子了。那从互相批评有时候也会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这个会不过大家的感情相当好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因为诗的缘故把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大家的感情变得这个凝聚力相当的高大家的感情都相当好
那外面那个有一个有一张照片啊，是我那个照片是我要去马街医院实习啊，我六年级要升七年级的时候要去马街医院实习，那时候我们诗社在澄清湖畔那边办了一个啊一个露营了，事实上也不是露营，我们没有棚帐，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反正那一天晚上大家就在那边烤肉啊吃一点东西聊天，一直聊到半夜，然后就睡在那个马路上这样子，也没有那种膨胀，不是真正的露营。好，那所以大家蛮好的。那当时诗社的这些朋友除了诗以外，那么我们都还有念其他的东西啊，尤其当时正在流行的一些啊存在主义啊，像法国的啊，法国沙特的啦，卡缪的作品啦，这个我们当时大家都在念这些东西，然后在平常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讨论这些东西啊。除了这些以外呢，有些人他也像杨宽宏医师，他就对绘画蛮有兴趣啊。那我是对音乐蛮有兴趣啊，大概就是说对各种其他的艺术形式的东西，都会有兴趣啊。我刚刚没有讲的，对雕刻了哈，那自己也会雕刻哈。那所以互相之间会影响啊，就是说我们在谈的时候也常常会谈到这些东西，所以变成说到最后大家变成说。你除了诗以外，那也念一些哲学，也念一些艺术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变成大家共同的兴趣啊，对啊，那会互相影响啊，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就相当大啊。到我今天回过头来看啊，真的是当时那样子的环境，造成日后的这个自己的一些兴趣都是这样。像我现在我家里的书哈，我家里的书大概有10000多本哈，那大概我除了财经的没有了哈，我没有财经书，管理的书也没有，那其他的可能大部分都有哈，就是文学当然是最多了，那其他当然例如说生态环保啊，历史哲学啊，还有那种科普的书啊，也蛮多哈，还有社会学啊、政治经济哈，那这方面的书都有哈，还有尤其台湾有关台湾的东西啊，台湾史啊这方面的东西，都有。那就是艺术的书啊，艺术的书包括这个美术啊、音乐啊。还有建筑啊，这些书都有，也就是说我们的当时这样的环境训练出来的啊，涉猎的就相当广泛哈。像曾贵海医师也是一样，曾贵海大概上个月到我家去看看我的书，说：“哎呀，你的书跟我都差不多。”他家的书也是差不多10000多本哈，相当多，就是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啊，所以涉猎的范围会比较广哈。所以那样子的环境造成我们就是说你这个触角不会只限制在诗里面啊，再延伸出去啊。不过基本上当时诗社大概还是限制在这样子的范围，对真正的社会的关怀啦，这还没有。但一直到我差不多我4年级、5年级那时候那时候。陈永新医师，陈永新医师，他那时候他低我2届哈，那时候他开始常常跟我们这个社团就接触啊，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受他的影响啊，陈永新医师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涉入这种很多社会的活动，办那个3D服务团哈，他那个是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所以他很早就把这种关怀社会这种他实际上就在做。那也就是说从陈永新医师跟我们接触了以后，大家才有一个开始关怀自己的这个社会，不然刚开始还是在自己内心的一些活动一些兴趣。好，请看下一张。所以这个地方
好，之后我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由个人的内心世界转向周遭的社会，开始回头挖掘被湮灭、被遗忘的我们族群的历史，也开始思考岛屿的前途与命运。那这个就是从陈永兴之后我们才有这些。那这个也是这个影响也是相当大。那我们这些人很多到后来都参与了社会运动了，很多都是，包括像曾贵海，他就大家都最经常在媒体上面都可以看到他。那陈永兴医师当然他是很早期就开始。那后来我也是参与了一小部分，但我因为我在医学中心工作的关系，我能够参与的比较没有像他们那么多了，但是我参与了一部分。好，请看下一张。那么所以在早期我写的诗呢，大概就是比较个人性的是比较多。那我差不多在我高年级那时候写的，就开始已经有写到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像有一首诗是写到西门町啊，那些写到淡水，那些开始有，还有写到东港，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把这个眼光呢不是只看自己了，就已经看到整个社会的现象。这个是我举个例子，那时候这个是我在追我太太的时候写的，写给她的。将少女的梦幻雕成一湾杨柳之后，将一粒白沙塑成月亮的侧影之后，便有阵阵潮声被你引入一则清浅静谧的小故事里。好，这个大概就是很普遍的，一般大家在市面上所看到很多诗，大概都是谈这方面的了，谈感情啊，谈什么个人的内心的世界啊，这个比较多哈。那写到关怀社会、批判社会的，事实上是比较少哈。好，请看下一章。好，那时候我也写了在当这个不是，即使不是实习医师了，应该是见习医师。见习医师就是我们在念医学院的第五年、第六年啊，那时候是见习医师。那时候实习医师是可以动手，可以直接就是你可以打针做什么哈这些，但是见习医师只能用看的哈，只能在旁边看。那时候的看所看到的啊，我把它写下来啊，写的是那时候写了差不多十几首啊这样。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首，我这一首，这一系列的那时候写的这些东西，对我后来的出的那一本《从听诊器的那一端》，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就是说，代表着我从见习医师开始，那时候就会注意到病人医院的一些事情，那把医院所在医院所见的东西，把它写成诗啊。这个在台湾很少人写这样，我们说在医学有一些医师出身的这些医师呢，这些诗人呢，他的作品里面大概都偶尔会有几首写到医疗的，但是像我这个从听诊器那段是整本都是，每一首诗都是跟医疗相关的，那个题目都是你一看起来都会以为这本诗 是医学的书，事实上 是文学的书。那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当时就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说，我以后要写一本就是一整本书都是有关医学的，从医学来取材来写作这样。那个这个我当时的其中的一首短短的，蹬着打上石膏的右腿，那人仍不明白为什么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白色的石膏，抬头瞧瞧高吊着的点滴液，他觉得20世纪的悲剧正缓缓滴入他的血流里。好，请看下一张。好，那么在我毕业当兵之后呢有一年当完兵之后就到来
在大同医院啊，那时候当担任小儿科医师啊，住院医师啊，做了一年之后啊，就到台北荣总啊，台北荣总的胸腔部啊，去担任啊住院医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真正的走上这个医学的这种专业的训练的道路了啊。那个是相当的漫长哈，总共有相当长的时间啊，十几年的时间啊。那么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啊，因为一个医师你要啊，是不是啊一个好的医师，这个是一定要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去训练啊。你如果没有那样子的环境，那大概你这个即使你是考过了医师执照，其实那个啊。那个自己的那个医疗的那种品质都不会很好啊，所以当时我也知道说啊，一定要这个那一段时间就是暂时先把文学放一边了哈，啊，专心去啊去从事这个医学工作，因为在尤其在住院医师的这个训练阶段是相当啊辛苦，而且相当严格哈。那么住院医师总共要训练五年。训练五年，那第六年才升主治医师啊。那我在台北荣总那边啊做了七年多啊，七年快八年这样。然后台中荣总开幕，我就掉下了啊，就因为我是台中人啊，所以那时候就啊被派来台中啊担任这个新开幕的一个医院的啊那个胸腔科的主任这样。那结果一当就当了二十几年的科主任啊。那这个当中也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到国外去进修啊，进修一年，那进修一年就学那个癌症的研究啊，而且那时候学的癌症研究是那个基础医学的研究啊，就是整天在实验室里面呢做细胞培养啊。还要做他那个药物浓度啊，那都是自己下了班之后还在实验室里面做到十二点这样的，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啊医学为主，那文学大概只能说有兴趣啊，那就去买一些书来看哈。所以当时那一段时间正好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啊，还有美丽岛事件啊。这个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那在美丽岛事件那一段发生之前，那时候我大概大部分念的书都是党外杂志了，我念党外杂志，因为美丽八十年代啊，美丽岛杂志了这些东西，那在乡土文学论战那一段时间，那时候大概都是念一些好像黄春明的小说啦，王真和的小说啦，对，就是那时候王拓啦，那些乡土文学的作品哈，七等生的作品，那也都是那时候常虽然没有时间去写作，但是也会买一些书来看哈，但是毕竟那时候还是医学为主，所以可以说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那个作品就很几乎有一段时间几乎都没写。那后来是来台中当科主任之后，偶尔写几首了哈，零零星星的哦。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对我来讲，这段时间几乎是空白哈，几乎是空白。那么一直要等到我在我到国外进修回来以后。那么跟医院申请一个设立一个实验室啊，那个实验室，那我医院也相当大方，一下就拨1000万给我啊，那就设一个实验室，啊，也请这个研究助理来做，那我自己也做这样子啊，那时候啊也在做了几年了哈，三四年，大概做的也相当好哈，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我们每年都会开那个医学会哈，年会啊，胸腔医学会的年会，那开年会的时候呢啊，我们都要把你过去一年所做的东西啊，所做的这些研究啊成果拿去发表哈，各医院，那各医院你发表了多少，就代表你这个你。